终于轮到我们住院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太热了，买个水壶烧水。每换一个医院都要做一大堆的检查，还有最后一项呢。走喽，推车车喽。天气真好。两口鱼冷了哈，你看。韶关那边好像是没有这些糖尿病套餐的，都是统一的。但是像这边的话就有。那些豆啊，那些豆饭好食噶。咁你仔食乜嘢啊？我冇所谓啊，我食咩都得嘅。唔可以落去买噃。啊咁嘅咩？系啊，你落咗去就唔俾你翻嚟噶啦。啊咁噶？系啊。啊咁麻烦。你想食嘢就啊冇所谓冇所谓，我唔食都 OK 嘅，我饮水都饱嘅。是啦，我做老爸啦。是吗？对啊。我今年刚做老爸的。男孩女孩？女孩子，哈，很漂亮的女孩。哎呀，太棒了！把我妈妈医好之后，就带回去带小孩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长得像爸爸是不是？有点像吧，两个都像，爸爸妈妈都像，对。好像鼻子是像爸爸。嗯，对。鼻子。看见他妈妈吗？他比较扁的鼻子啊。我八十多了啊，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男孩，一个漂亮的大男孩。是啊，十七八岁的。不止了，我27、28了。有那么大？26、27吧，26、27。跟那些师奶啊聊了一下午的天，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特别是今天让我受益匪浅吧。其中一个老太太呢，她就这样跟我讲，很标准的粤语啊。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偏向前中医嘛，意思就是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有病肯定是要花很多钱，要花越多钱越好的啦，真的是这样。因为我妈妈最开始到现场的时候，现场的一大夫呢就说像这种情况可能要截肢，后面呢给我们推荐的整个韶关市最好的糖尿病的医院，然后医生他说的那一套我非常认同的，就是要把里面的窗口打开，然后呢把里面的炎症啊什么的给消掉，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，没问题。但是各方面服务始终跟设备啊是跟不上来的，非常痛苦啊，就是把你的本来糖尿病就非常难愈合嘛，还要在你脚上再开一个窗口，这么差这么大，然后呢我把这么长的棉条往伤口里面塞，每天塞到里面一点，每天塞到里面一点。之前是比如说拿我的脚为例子，之前是这里有一个很小的伤疤伤口，在这里又用刀割了一个这么长的伤口，然后呢又拿手术钳呢往这边探，一直插到这里，最开始这里，然后插到这里，每天往前插一点，这边也是往这边扩，这边也是往这边扩，就像是包皮一样的很痛苦，每天就这样塞，我妈被塞哭了。而且遥遥无期，那医生说可能要4个月，可能要半年，根本受不了。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，他理论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始终人是人呢。每天我也不忍心看着我妈痛成这样，虽然说一天也就十几分钟会这么痛，但是每天都要哭呢，真的受不了了。现在是我换的第三家医院。在整个广东省来说也算得上数一数二吧，大家可以去打听一下南方医院的名声。护士也好，医生也好，医院的服务也好，都会好很多，设备各方面都还是很先进的，就主要没有不很很少浪费时间。最重要主要是入院的这段时间比较难安排，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开车到了已经4点多5点了，就昨天安排下来就5点01分了，我上去找医生已经下班了，也没有病房。第二天呢很早，我们8点钟出来排队，运气非常好的是我们今天就住上了医院，停止那种塞药治疗应该有
一天的时间吧。那个伤口之前是这么长的，现在缩成了一半，也就一半那么大的大小了。糖尿病不比那些普通的病症，不要小看它的危害程度。对于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来说，它也是慢性的疾病嘛，而且没有办法治愈。我觉得它跟艾滋病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艾滋病会传染。我也是给众多的糖友做一个提醒，如果你的脚或者说比较末支的地方呢有点伤，不要再想医院看，马上到整个市里面最好的医院那里去看，即使排队排个一两天都无所谓，不会耽误那么多时间。在小医院看，它只会让你陷入那种很痛苦的一个泥潭吧，可以这么说。一是不专业，二是设备不到位，最重要的是拖延了这个病情啊，后续要再医的话很麻烦，会比最开始还要麻烦很多。如果找对了医院，找对了人的话，一个病其实没有这么想象那么严重，可能半年的病的话，他们这边一个月或者说半个月都给你治得好，只要找对人。昨天我们煮了那个凉茶了，那个脚就一直都不会痛。那奇怪了，我就觉得很奇怪了。到了我们进来聚光医院这边拆开一看，那个口都漂亮很多了，好了一半了。是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一种说法叫做西医是明明白白让你知道你怎么死的，中医是迷迷糊糊的让你活下去。又煮了这个茶，中药是喝不坏人的，要不要喝也大家自己想，因为这是我们广东非常传统的一种凉茶吧，它不能算是药，算是凉茶，但是还真有效。是在韶关的一个糖尿病友介绍给我们的，然后我们试了一下，还挺管用的。当时是说是控制血糖，但是喝了之后凉血效果还不错。他那个炎啊，伤口啊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了。这个是夏枯草，这是桑叶，这是菊花，三个连在一起就叫夏桑菊，但是必须要自己买来煮，用来煮水就可以。现在这个脚是随便转都行了，前两天肿痛。啊，就整个人都是这样子，现在就到处颠来颠去都不会有那种。之前那个阿姨她说泡这种茶泡了多少年呢？我记得她是好像一年多，她是喝了一年多的，她说很稳定，就是喝这种茶，那血糖就比较稳定，就还吃了一点。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要中西医都要看一下的，明天等结果出来一些吧。好像是15、16号我们出门吧，今天是22号吧，总共换了3家医院，这家医院算是最好的。我也建议大家，如果出现任何不良的那些预警或者现象，马上找大的医院，越大越好。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正儿八经的来过广州了，这才是人间烟火的味道。刚刚护士联系到我，必须回去。然后我这辆车呢又不好放，在这里放要60块钱一天，也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吧。这里算是停车场，我交了钱，他把我的车给锁了。走啦，开车走啦，找个不要停车费的地方停一段时间吧。我老妈的那个情况现在还没稳定下来，终于停好了，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不过停车位也还算比较多吧，都不用钱，免费的。跑回来啦，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睡地板了。这地方还好，看起来还挺干净的。每天转院的生活就是这样的，总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。现在呢，只能祈祷我妈妈的病情赶紧好转，我们才可以回家。没有
没有医好之前，我是不会回家的。好了，先这样的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梦。